Hello， 大家好，我是古青啊。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天堂 W 最新影片哦，《亚丁之旅指南》哦。这部影片是关于职业的介绍，《天堂 W 的四大职业：王族、法师、骑士、妖精哦。这是职业的一个职业介绍。好，我们就来开始看他的一个影片介绍吧，从头开始哦。先把它归零一下。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看吧 ，Go。职业指南，大职业哦。天堂 W 有四种职业：王族、紫薇、战场的一个王族啊，还有第二个骑士，拥有强大力量还有体力的骑士。另外，还有使用精灵之力的妖精。That inhabits the most versatile class. 另外，还有使用精灵之力的妖精。有空间职业啊。另外还有法术最多、魔法最多的魔法师。那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四个职业吧。首先是王族啊，王族的能力就比较平均哦，每种都有一点点哦。能力不是很特别啊，不过它的真正的价值在于打群架的部分啊。打群架它可以发挥双体 buff， 双体 buff 的能力。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影片？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哦，我怀疑这个王主啊，是不是在放水啊？你看他的武器，他的武器是坏刀的状态，哎，拿坏刀的状态去打人，是在混吗？这王主不给力啊！哦，有点混啊！你看他刀子都坏掉了，还不磨刀修刀，还在这边打，都没有输出。不过他只要上 buff 就好了。接下来是骑士，具有高体力，还有高个物理防御力。坦克啊 ，tank 坦克车的职业，战车。然后它是近战的职业啊，用装手剑，然后可以用冲晕。打法师是比较弱啊，不过打妖精是蛮 OK 的、哦。他这边是这样介绍，哇，真的可以吗？啊，这边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看他们旁边，他们旁边都还有娃娃、欸。你看这个是什么东西？骷髅嘛，然后这个是木头人嘛。And their success in battle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equipment and the potion. 我法师啊，放流星雨。接下来是妖精啊，体力比较少，然后防御也比较低，不过他可以用远神来攻击敌人哦。另外，它还有四种属性哦，四种属性来强化它的一个职业，有风、水、火、地四种属性。另外，它们也可以使用六阶魔法哦。打 boss 哦，敌猛来了，敌猛来了，打架打架！当然，这边都妖精见证，有没有看到左边这边？一大堆妖精。好，这个是法师啊，瞬间火力、瞬间输出的一个职业。不过但这个法师只有十一等啊，然后他就可以用流星雨是怎样？是魔法绝技魔法不用等级吗？因为之前的绝技魔法是有等级之分的、哦，你要几等才可以学？地级阶级的魔法，它是有这种限制。不过，这个应该是展示影片，所以技能全开吗？应该是技能全开的一个、特殊设定啊。哦，实际上应该也是要很高等才能学习高阶魔法吧？应该是这样子啊，不然只一等流星雨，那不太可能吧？而且你们看这流星雨，打下去要有燃烧的一个特效，地上会有燃烧，你看。地上有玩的火焰在那边烧，还有起死回生。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天堂职业里面的这个起死回生，可以直接爆怪，超爽的。
It has an advantage over net with low level of magic. 不行雨，那植物等都行。Vulnerable against elves attacking from rain. 不过打妖精就被妖精直接打。This concludes the class introduction. We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he right class. 好，大家想要玩哪一个职业啊？我是想要玩法师啊。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哦？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我刚才没讲到的地方。我们往前面用一下。这边它有一套用天堂2N 的一个设定啊。你们看这个妖精在放魔法的时候，我们看右下角这一段，这边它这边有，它是用这个回高智吗还是怎么的治疗一批啊，一批的角色治疗，然后它上面有一批右下角这边有一批二批四批哦，因为妖精本身是三批哦，所以三批都没有了。大三右下角这边有显示一批、二批、四批跟目标哦。那目标应该是这只怪物吧？所以它的治疗得直接点这个一批、一二四批，直接对我们的队友进行补血哦。这个是套用天堂二 N 里面的功能哦。天 N 目前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不过天二 N 是有的，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的、啊。那如果你要补自己，要怎么补自己？就是点两下这个技能就可以直接补自己了，因为上面没有补自己的选项嘛。好，这是补血的一个设定啊。然后上面还有这个买趴的十字架、哦，买趴、啊、要啊 ，NC 的游戏里面都有崩趴的一个设定哦，蛮特别的。With the right selection of attributes, its close range attack ability or roll door. 然后这边我还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我看一下，在这边负重一个设定还是有的、啊，负重是不会回血跟回魔的。不过它这个测试这影片呢，应该是排名前十大吧，前十大就不会有这个惩罚、哦，不会有负重的惩罚。不然一般我们包包超过49%，到达50%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负重惩罚，就是不能什么，不会让我们自动回血跟回魔、啊，要机车的设定。目前是看到这一些啊。然后每一个职业的武器都不一样哦。然后还有坏刀的设定。王主这个比较特别，大家有一个这个。金主目标的一个符号哦，那职业是没有这个符号，可能是有一些 buff 是可以，有一些技能是可以直接放在这边的，是不是？这我都不太清楚，因为它原本是这个图案，打一打它都变成那个超连结的图案，那又变成分享这个图案，不知道是做了哪种改变。然后右下这个应该是绿水。are composed of spells effective in assessing and commanding the battle. 本当是这一些啦，然后有一些魔法之类的。怪物还会讲话，哎，剑西这秘密剑啊。好吧，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介绍，我们介绍就到这边啦。大家想要玩哪一种职业呢？11月3号就要开服啦，我们拭目以待吧。就到这边，我是古今，我们下次见。大家要记得订阅哦，拜拜。